报，都是靠今天很高兴啊来到华梵大学。华梵大学啊坐落在一个说是台湾比较高的550米的地方。然后我来的地方呢是4000平方米的地方。说是你们今天是最冷的一天，如果按照我所在的学院的天气来讲呢，今天是最热的一天。不管怎么样同样的可能我们的思想呢也有不同的感受啊。我觉得我的一些感想，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分享，你们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地方呢就是养成另一种思维方式，这也是一个必然规律。不管怎么样，说实在今天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佛教徒创办的这个大学啊，这是我以前呢感觉非常殊胜。在台湾来说这是小印老法师他在79岁的时候开始创办，然后好像9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实现圆寂。那么从他的一些精神来讲确实非常客家，我们一般人到79岁的时候要开始创办大学的这种心理呢很难，就是说实在因此呢就是有一种菩萨的愿力，有一种让我们感觉到依靠这个菩提心，依靠善心的话人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也能做到很多事情。我个人呢也有一种勇气，觉得是这些大德们的行为也非常值得学习。还有在台湾呢就是佛教徒举办的，比如说佛光大学啊，还有这个南华大学啊，以及慈济大学，还有呢就是法鼓学院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徒创办的。当然你们所学的内容呢不一定是全是佛教，也有宗教系，也有其他的各种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大学。不管怎么样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跟大家交流，我绝对是心里有一种力量，也非常开心。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学习的呢就是说佛教的辩论方法啊。其实佛教的辩论方法呢是在一堂课当中，短短的一个几十分当中呢可能讲也讲不完，就是听也听不清楚有这个问题。不过呢跟大家也介绍一个善缘，我的一些观点呢可以跟共同就是交流啊。那么其实佛教呢说实在它有很多的非常严密的逻辑方法，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人们呢分别念相当重，在这个时候需要一种特别严密的就是推断方法。这种推断方法在这个其他的有些学校当中呢是有比如说古希腊的这个柏拉图啊以及这个亚里多德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思维方式也有。那么现在呢就是也有一些所谓的中国自学啊，就是也有他的一些逻辑方式。但我想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逻辑和或者是辩论方法呢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是非常的这个兴盛。
大概是你现在1200多年前，沃伊斯他刚开始就是在藏地呢建立这个五部大论的传统学习，然后呢就是开创了这个藏地的辩论的这个可以说是跨世的一种这个创业。在这个之前呢，在国王思聪德正就是王后的一个叫印度的莲花姐。他跟这个禅宗的这个摩诃迦那和尚呢，也有过辩论，但是这种辩论的方式呢，后来的尼什学家呢，不一定是完全是依靠这个英明的方式来辩论，有这种说法。那这样到后期的这种辩论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夏娃秋桑，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呢，更进一步的在藏传佛教的这个英明呢。尤其是现在的这种辩论模式呢，就是进一步在各个寺院当中进行这个弘扬不但是它是寺院当中的一个辩经的方法，就是如今呢也有很多高等学校，包括一些在教的这个男女学校呢，他们也是以藏传佛教的辩论，就是用在这个实践的大学的这个教堂当中来进行辩驳。我们表面上看呢，可能所谓的辩论呢，好像是一种好奇，很多人认为是这是获得一种这个因素的结果。或者说是获得，就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战胜，也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这种佛教的辩论呢，就是通过辩证，然后，让发现就是真理，让获得这个真相，就这是佛教的最主要的辩论。现在有些人就每次，到了这个寺院当中去了，觉得呢，哇，这个寺院里面的喇嘛好像是像跳舞一样的，就是这个，这是可能外行就是看一些这个热闹或者是现象，但真正的内在的他们的一些这个辩证的过程和辩证的方法呢，有些人是并不是很清楚的。其实我们很需要就是知道是真正这个辩证的意义是什么。辩证的目的是什么？就这个很重要。那辩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辩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人存在于这个世间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未知的，就不了知的东西，还有呢，有很多的坏意的地方，有益的就是三心二意的，有些地方就是可能说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问题特别多，就是这个问题多的原因呢，一个是自己可能没有很好的去学习，一个呢，就是可能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发泄，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疑惑和疑问呢，并没有就是得到就是认识这真实的解决，就是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有一种颠倒，就我们就经常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本来是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一切玩法是无常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后天的教育，以环境的影响呢，就是认为是就是有些法是可能永远就是常两不变的。本来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果，但是认为呢，好像是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本来是前世后世是存在的，但是你因为后天的一些教育的原因呢，好像是前世后世不存在等等这样的一种颠倒。就是这叫做是邪见。那么我们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断除这个未知的，就是颠倒的这种执着，或者说是怀疑的。那么这些心态呢，就是全部一一推翻，达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所以呢，辩论呢当然是很好就非常好。但是辩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需要值得注意的呢，有些是仅仅是一种词句上的变化。那词句上的辩论，就是就没有就是深入这个意义。就这是表面上这个咬文嚼字就是一直这个吹毛求疵，就是我们经常这样讲就是稍微这个有一些口才的人呢，就是让他寸步难行，就是说一句话就给他挑一个毛病，说一句话就是跟他刁难，就是这不叫辩论，就是这叫做是一种这个说出别人的过失。其实真正的辩论呢，就是需要就是用意义上的辩论。
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这个辩论呢，实际上把释迦牟尼佛真称为是娘师傅啊，就真称为是娘师傅，就是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辩论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就我们佛学院呢，就是每年都是也是围绕这个释迦牟尼佛真称为是娘师傅方面呢，就是进行这个开很多的研讨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好像像这个佛说的话呢，那到底是不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有很多的这些疑惑。那这个疑惑要端出的话呢，首先是以这个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以他们的这种真量来进行这个推断呢。当然，这个是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你要学习这个寂量论，学习释量论当这个一明气论，然后呢，相关的这些著述就学了之后呢，才会明白的。啊，就是最重要的陈酿品呢，在计量论的前面，说是这个定量定理，欲力中，什么大事三事救护者，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啊。就是说他在造这部论典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因为陈那论师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的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真理，也就是说是从移民的道理来就是推广于世界的陈那论师和法称论师。那陈那论师刚开始在山洞里面就是造这个寄送啊，然后出去化缘的时候是其他人就是开始进行这个磨掉，就是后来呢就是两三次以后就是我就这个故事就不多讲，就是其他地方都有。后来他说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那就是不要就是擦掉；如果有必要有目标的话，那就是站起来跟我辩论。后来就是出现一个人跟他进行辩论，当然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后来呢他在辩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人有视线神通啊，有各种各样的，后来也中间就是产生过一些艳丽性，但后来就是文殊菩萨亲自现前，然后呢给予这个安慰，就是并且说是你这部论点呢，就将来就是成为这个世人的眼目，他的光芒能照耀整个世界。说实在，我们现在就是无论是在藏地也好，在印度也好，汉地也是，以前那个法正法师，就是晚年的时候呢，就是翻译过啊，就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著述。然后从这个理论呢，就是一直到这个现在，尤其是在什么这个法称论师的陈酿品啊，就陈酿品法尊法师也是翻译过，然后我也前几年就是法尊法师的翻译比较难懂，就是然后把这个陈酿品整个释量论全部要翻译的话，有一定的困难。法尊法师已经翻译过，法尊法师是根据这个声称论师的讲义呢，就是做过一些比较短的著述，然后我是只有这个陈酿品，就是这个呢，就是根据梅盆日摩切的这个著述呢，就是也翻成了这个汉语啊。但我希望呢，我们这个需要移民、需要辩论的话呢，首先是不能就是画在一些词句上啊，就整天都是也不好好修行。现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包括我们学院当中，极少数的呢，也经常不是很就是在意义上。就这是在字面上、词句上，就经常变来变去，就是扯来扯去的话呢，这不是佛教的真正的目的。佛教的辩论的真正目的呢，让这个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各种邪念邪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毕竟是生长在就是科学极其发达、人们的分辨力极其复杂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必要就是非常精密的一种逻辑的推理方法来，首先我们退出我们相续当中的各种对佛和佛法的这个怀疑和成见和限制啊，那么这些推翻完了以后，让我们树立就是正确的见解，树立就是真正的这种这个和如理如法的这个定见，就是这一点非常这个重要。因此呢，我们首先呢要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辩论的目的啊。
辩论的目的呢，并不是使为了好看啊。如果为了好看的话，穿着出家衣服，就是在那里，就是可能就是跳舞也没有用的，就是比更好的一些文艺界的人，就是跳也很好。很多人到一些藏地的这个边境上去，就是拍几张照片，哇，和藏传佛教辩论很好看呐！你看，就像喇嘛就是这个器物一样的，很好看。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一两个动作，就是这没有什么，就是这是在任何一个这个虔诚的一个文工团里面也会能演出这样的，就这都是并不是藏传佛教辩论的这个特色啊，就不是这样的。然后有些呢，就是觉得是好像这种这个他的表情很丰富，表情也一方面可以，因为他藏传佛教的这种。比如说辩论的时候啊，辩论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些是坐着的，然后有些呢就是在旁边，就是一对，就是就多对一的，一对一的，多对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来，有这个记账啊，就是算年终啊，还有呢，就是对他用各种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有些人身攻击啊，实际上是不是的。如果是对对方就是有一些人身攻击啊。就或者说是挖苦啊，或者说是以一些不恭敬的这些语言出来的话，那这是不符合这个辩论的这种要求啊。就我们现在有个别人就是为了这个一些中观和移民的道理进行辩论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就互相吵架，就是这不是说几句就开始脸红刺耳，就马上就不高兴了，表情就其实真正辩论过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就是别人怎么样就是说非常这个尖。或者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你不可能就是会对他就是有一些不高级呢，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语言呢，就是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已经失败了啊，就是自己都失败了。那这种方式呢？啊，确实也是很严谨的。我们现在在一些学校当中呢，虽然是有所谓的一些课程啊，在课程当中的这种推断方法和还有我们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辩论当中的这种逻辑性的这个连贯方面呢，有一定的差别啊，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想今天呢，在这里也是简单的可能讲一下，就是这个题目呢，不知道是可能学校这边。平时你们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辩论，是有爱好呢？就是具体怎么样？那我本来就是想是换成另一种比较简单一点的题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在藏地的时候，当时你们这个发来邀请信的时候呢，我是说是这个辩论方法我也没办法讲的，讲深了呢就是不一定听得懂，讲浅了呢不一定满意。我说换个其他题目吧，但后来他们说是非要就是要讲一个辩论法。然后具体是你们有什么目的和什么意义呢？刚才也是时间比较短，就没办法的。但是我想，既然要讲的话，那就是一个是刚才前面就是讲一下简单的这个目的啊，就是我们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就是为真理而辩论，就是不是这个你死我活啊，或者说是为了就是经济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纠纷而这个争执，就是不是政治不息，就是应该说是为了真理。其实为了真理而这种修行的锻炼就是很重要的。我们极个别的一些佛教徒啊，在辩论或者是辩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就是对对方这个说出不恭敬的语言，而且别人就是说几句就好像自己承受不了了，很痛苦啊，很伤心啊，从此之后再不跟其他的朋友交往啊，就是这也是就不行的。因此呢，学会一些辩论呢也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呢，我们也不能有个别的一些道场和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团体的话。整天都是在辩，就是一直从小到这个老啊，就是一直辩论。但是真正要讲自己的一些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上师也不会讲，弟子也不会修，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死的时候呢，可能跟这个中阴法王也没办法辩论，就是然后可能确实是自己有些是辩论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呢，分别念，就是最后越来越增上，好像看的毛病就比较多啊，这个说的不对，那个不合理。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推理呢，也不会推。
最后好像所有的这些这个经论呢、啊，包括一些因果啊，就是三宝的成型呢、啊，是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啊，这个也不合理，那个也不合理，用一种相似的推理来就是进行驳斥，进行遮遮，就是这就是一种这个辩论带来的就是不好的后果。所以辩论呢，就是如果我们用得很好的话呢，那确实是我们的自信呢，就是更加就是有这个启发，开启智慧，让这个升起真正的非常稳固的定界，就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通过辩论做不好的话呢，那么就是可能是你的相续当中呢，就是分别念特别重，就是什么清净的信心和清净的这种慈悲心呢，就是全部都没有。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的有一些历史上呢，个别的高僧大德呢，他对这个辩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开许啊，包括就是我的有些老师当中的话呢，有个别人呢非常支持，就是自己也非常欢喜；有个别的话呢，就是很讨厌，就是不要变得太多，有什么变的？我们人生都是无常的，好好修行，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什么变的，变也来不及了，一切都是无常的，就是好好修行。也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其实双方都有这个道理啊。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可能天天都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自己没有好好修行，死的时候还是跟这个没有学佛一样的，就是光是在画在词句上也有这样。但是有时候呢，也什么都不辩论，什么都不说，就顺其自然。那这样的话呢，一些不信仰的人，分别念比较重的，甚至有很多人呢，就是把这推翻我们的这个一些佛教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就是什么文思和境界都没有，辩也辩不过他们，就秀安忍，然后什么都不说，那这样也不太合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呢，不能这个怎么说啊？极端就是也不能完全就是一天天的是变着变着，就是不好好修行，就是这也不对的。也天天的是什么都不学，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呐、啊，有一定的智慧的这些人呢、啊，还是应该学一学一些中观呐、啊、隐密呐、啊。那这样之后呢，自己很深深的这种智慧能这个气概这个之后的话在生活当中和修行当中呢，遇到就是对方的一些。比如说你自己有一定的辩论能力的时候呢，别人说这个你的这个佛教的就是有些什么这个过失那个过失，你有辨别就是能力分析就是是非啊，就能辨别取舍，就这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因此呢，我想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辩论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至少也是有一种叫做是这个三项推理。我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在这个三项推理上面呢，跟你们这个讲一下。也许呢，可能你们确实也是听不懂。也许呢，就是以前都是学过很多，就是觉得呢，就是这个太简单了。在藏传佛教任何一个辩论的话，如果这个三项推理没有这个动的话呢，那就辩论就没办法辩了，就是就没办法就是进行了。就是所以这个三项推理呢，就是实际上是。应该是在某种意义上面是比较简单啊，就比较简单。我听说是以前在这个台湾呢，就是也有个别的一些法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直用这个三项推理跟大家推广，但后来呢，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推不出去呢，还是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谜疑，也不太清楚。就是我以前是在这样听说过，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是以比较这个简单的一种这个方式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看到底这个推理呢，就是怎么样用的。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啊，就是这个，对，这个币是那天在泰国还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学校给我的，就是中间还当 U 盘，就是还可以做币，就是我刚才拉着他这边也可以用啊。我们这里叫这个三项推理啊，就是这叫做是三项推理。那么三项推理呢，一般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推理的这个过程。比如说要推理的时候呢，就是说真事，然后说理的法啊，还有一个因然后这个比喻，就是这三者是必须要具足的。那么说真事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真事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这是有正论的
啊，就是这是有争论的话呢，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叫做是这个素正事。然而素立事呢，这既然有争论的话呢，我要把它这建立成什么样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呢就是叫做是素立法。你要建立的这个法呢，就是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定要有一种原因，就是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呢，就是叫做是因。啊，那么这种印呢，就是通过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就是让你明白，因为这个比喻呢，就是他和我都可以这个程序的啊，就这么一个程序吧啊，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认为是某某人是坏人啊，就是那么这个某某人呢，就是指的是就是素贞士，然后他是坏人，那么他是坏人的话呢？以前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就是现在我要就是说是他是坏人，那他是坏人的话呢，他要建立成就是这个是坏人啊，就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是坏人，那么坏人，那坏人呢？对方问你就是为什么他是坏人？那你要举出一个依据，因为他是什么什么，就是然后呢就是。坏人就像是其他的什么什么人一样的，然后其他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另外一个举出一个例子。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表面上看来呢，啊，就是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啊，什么什么事情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所以呢，就是它是好的，就像是什么东西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有的。但佛教当中呢，它用一种比较专业性的，就是平子和无常所作，入住。我们在座的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各系和堪布都是一辈子在这方面就是可能学的，也许可能我的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也没事，就是如果不恰当他们也会辩论的，但偏所以我们就降不下去，就是当然或者在这里辩论不过我辩论就是我没有就是进入这个辩论场很多年了，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佛教当中这个有一种专用词呢，就是叫这个瓶子啊，就是瓶子。那么瓶子呢，就是就我们经常就是任何瓶子都可以，这是茶瓶也可以，就是薄瓶也可以，什么样的瓶子都可以，就是包括我的这个茶杯也可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素贞士。啊，就是这个是可以讲这个有争论的事情，然后我们把它就是建立成无常啊，就是这建立成无常，然后建立成无常，就是这个瓶子是一擦拉擦拉的变化的，就是它不是常有的无常。那么无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塑作的，任何一个泥做的瓶也好，铁做的瓶也好，任何一个瓶子呢，实际上是它没有一个常有的，它是任何因缘和人们就是所造作而形成的，这叫做是塑作的缘故。那么就像是珠子一样的，就是珠子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一个自然的常有的东西，就是这个所有的一种这个无常的法。那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很简单，就是没有什么。但现在关键呢，我们就是合理的一种推理呢，它具足三项啊，就没有任何过失的话呢，它就不会有不长不定相违的过失。而如果是这是一个相似的推理啊，就不合理的推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它会存在有三种过失，有不成立的过失。不定的过失，还有呢相违的过失啊，这个你们可能也许有些是这个刚听的，也许是听过。那么这个关系是怎么弄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瓶子是无常，那么塑作之果，那么成不成理呢？就是成不成理。那成不成理呢？瓶子是无常，那么事无常时它是塑作之果，首先是塑作跟瓶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你说这个瓶子是塑作呢，确实也是它是塑作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成立已经有了就第一项呢就是可以有了。如果反过来说这个瓶子呢就是不是塑作的，或者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瓶子改成是虚空就是天空，那么这个天空呢是无常的，塑作之果的话呢，你给他回答什么呢？就不常一般来辩论的时候知道吧，辩论的时候呢，我坐在这里，然后对方呢就是开始给我记账，就是辩记账辩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四个方面的回答，我如果承认的话呢，我说承许就可以，如果我说就是这个事情是根本不常理的话呢，我说不常，就是然后如果就是这件事情是不一定的话，我给他说是不定，
如果觉得是这件事情是完全是相违的话，我只能说相违。那么好的话呢，你就承认，就是承许；不好的话呢，不长不顶相违，就是除了这三个以外，没有什么互相吵架的。你这个什么，就是对方给你就发出这个泰国的时候呢，你就说说啰啰嗦嗦，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已经违规了，就是就没有什么说的，就是你就只有这四句话，只有这四，要么说长，要么说不长，或者说是不顶，或者说是相违。所以辩论的如果他的轨道就是弄得很好的话，很有意思的。那这样的时候，如果对方说是平子是无常，所作之故犹如柱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啊，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理，就是你所成啊，就是相当于是比如说我看啊，我们实践的一个例子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啊，就是他啊，是这个美国人然后因为他是美国籍的缘故啊，就像是老布什一样，就是那我们这样说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克林顿呢，就是他是美国籍的，就是是城里的啊，就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城里的啊，就是这个老布什做比喻的话呢，老布什大家都认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第一个是城，就是应该可以这么说，程序的话呢，那就对方已经城里了，但是这个反方呢，就是还可能会进行就是开始辩驳。如果我们这件事情要说是不成的时候呢，那就是说这个瓶子虚空是无常，所作之故，那这个所作呢就是在虚空上面根本不成立的，大家都知道虚空是无为法，就是它是并不是任何因缘所造作的，它是在佛教当中就叫做是这个无为法，那这是不常的。就像我们比如说你们的什么李登辉啊，李登辉呢就是是这个美国人是美国籍的缘故的话，那你说是不常，就是因为李登辉本来是不是美国籍的，就是你说不常，就是就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说不常就对了。那这是如果这个是第一个就道理已经成立的话，那就是这叫做是第一项啊，就是三项具足的才叫做是真正的推理，真正的正量，就是第一项已经好了。首先我们看这个因和这个所证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因和所证之间的关系成立的话呢，就是那么说是可以这个承许啊，就是承许。如果第一个因和所证之间的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下面就没办法呢，就是这个推理是已经错误的，就是你说是不常就可以了，就是错误。然后到了第二项的时候呢，这个无常跟所作之间的关系啊，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瓶子是无常之故，所量之故，原来是所作吧，那现在是所量。所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衡量的，先量和比量可以衡量的，它的范围比较广啊，就它的范围比较广。那这样的话，珠子是无常的，这个所量的缘故，那么无常跟这个所作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这个作变的有没有作变？无常的话肯定是所作的，所作的话肯定是无常的，就是真面。如果这个叫做同频变，那同频变这个上面是有的。如果我们说是珠子是无常所量之故的话呢，那么就是无常的话就是是不是所量呢？无常的话是所量，那所量的话是不是无常呢？不一定的，所量呢还有这个常有的话也是所量的啊，就常有的话也是可以衡量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呢就是美国人，因为他会说美式英语之国啊，因为他说会说美式的美式英语的话，那我们就说不顶，就是不一定的，就是因为说美国语言说英语的人多的呢，就是不一定是克林顿一个才会说，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个不顶的啊，就是语言，就是这个不定，就这叫做是同频变，不仅仅是这个无常是所作，凡是这个无常和所作方面的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就是都可以称为就是它的同频变啊，就是同频变。同频变如果成立的话呢，就是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一频住变。一频住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所逆法和应的反面来就是进行衡量。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是无常跟，可能有点转一下，但是我这个讲完，如果不懂的话，你们睡就可以啊。一会儿就过了，就像是一会儿就醒过来了。就像吃安眠药一样，睡一会儿就一会儿醒了就。
因为你们非要叫藏传的辩论嘛。这是刚才就是说是这个同频辩呢，就是同频辩是已经这个成立的。同频辩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一方面就是同频辩，就是这个同频辩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素立法和印之间的正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刚才无常的话一定是所作的，所作的话一定是无常的。是美国人的话那就是美国籍的，美国籍的话那是美国人的，就是他们之间就是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叫做是通频辩。那么一频辩呢，就是它的这个反面来讲的，一旦就是这个说立法就是没有的时候，说立法就是退市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因法呢也随着它而退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这个诸子是无常所量之故，其实它的这个一品变呢就是也是不成立的，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不定的。或者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身影就是它是什么这个清浊所生，清浊所生，因为无常之故的话呢，在其他的一些因律学当中用这种比喻啊，就是它的反面来讲。那它的反面来讲呢，无常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常有。那么常有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所作的反面是什么呢？非所作。那非所作和常有之间就是互相有这个通体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品辩不成立。所以这个呢，刚才跟前面的这个通品辩不成立的话呢，也你可以回答为是不定。然后一品辩不成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是不定。就是不定。所以我们刚才讲呢，就是第一个是你可以承认为承许，第二个呢就是承认为是不成，第三个呢就是承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不定。我们刚才讲呢，就是说这个他是因为说没是语言之故的话呢，那我们说是不一定的，就是还有很多人会说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竹子是无常的所作之故。那么这个我们到最后有一个相位的相似因。什么是相位的相似因呢？我们把它换成竹子是常有所作之故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所作跟无常有这两个之间的关联呢完全是相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给它说是相位，就是比如说瓶子是常有，瓶子是常有所作之果，本来这个瓶子和所作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成立的。那么这个无常跟或者说是所立法跟因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不定的情况呢？就是所谓的不定呢，好像这个利用呢就是一部分是在这个上面成立，但一部分呢就是不成立，就是这种话就叫做是什么呢？就这种话就叫做是不定啊，就是不定。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这样讲，这个人是应该是坏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坏人，你觉得不一定是成立的，你觉得你有时候经常跟好人也是无解，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你的觉得呢？现在我们有些我刚才这样的就是这个人是就指的是所证实，然后坏人，那么坏人的话说你法，最后呢就是你觉得是什么，那么你觉得跟这个坏人之间有没有这个助变的关系，你觉得100%是坏人的话那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是坏人跟你觉得两个之间呢有没有一个就是决定性的关系啊，就我们原来学过什么这个有什么条件和一些反条件呢，就是有这方面的关系啊，在逻辑学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过不过去的，它有一种不定的因，就是然后不定的因呢，实践当中有一些知之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它就没办法做下去的。以前那个汉帝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孔子啊，就是孔子有一次坐镇马车，就是驻游列国的时候呢，在他的路边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孩童呢，就是用泥土对着围墙，就是然后呢不让他过，就是然后孔子说你看到没有，我现在这个马车都过来了，你这个未成就是应该把它避开。然后这个孩子呢非常聪明的，就是他说是你所谓的这个孔夫子呢，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无所不知的，你难道就是世界上是有一种说法叫做是车是绕开这个城市，就是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是这个城市要这个绕这个马车啊，就是没有这样说过吧。然后孔子觉得是这个人就是比较
比较这个聪明，就是他就开始下来，就是跟他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这个相同。然后孔子呢，就是就开始跟他辩论，就是刚开始孔子给他说，那你说你这个没有这个石头的就是山有没有，没有玉的穗有没有等等，就是他提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个小孩子呢，就是他就比较聪明，就是说是有啊，没有这个石头的山呢，一般泥土山呢，就是泥土山的话，那就是没有石头的。然后我们这个穗茎里面的这个穗呢，就是没有玉儿的，就是所以说跟他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就是后来好像孔子就是这一趟就没有办法。后来那个孩子呢，就是开始跟问那个孔子啊，问孔子说：“那我问你这个孔夫子，你还是很有这个听说很有智慧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鸭和什么那个就是那种鹅啊，就是鹅和鸭呢，就是它为什么附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仙鹤呢，就是为什么发出很动听的鸣叫的这种声音？而还有那个松树呢，就是春夏秋冬都是绿色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他就提出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孔子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回答，就是他说是这个因为这个鸭和鹅呢，就是附在水面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叫啊，就是释放的，就是所以它附在水面上。因为这个什么就是仙鹤呢，就是发出这个鸣叫声音呢，就是它的脖子是很长的，就是还有这个松树呢，就是春夏秋冬都是青的呢，因为它的这个树叶呢，就是是这个坚实的，就是所以这三个原因就是，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进行给他辩驳，就是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刚才他说是他附在睡眠上嘛，那附在睡眠上的话呢，乌龟也是附在睡眠上，难道他的脚也是释放的吗？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孔子也没有办法就是回答了，就是他说是脚是这个变的，所以就可以附在睡眠上，然后。他说是那个这个青蛙也是有这个鸣叫声音，就是难道就是青蛙的脖子也是长长的吗？然后他说是这个住宿呢也是这个春夏秋冬都是就青色的，就青绿的，难道他的这个树叶呢也是这个坚实的吗？就是那这三个问题呢，后来就是这个孔子呢就是没办法，因为孔子给他的回答呢全是不定音，就是就不一定的东西，但是他只有一部分的这种道理呢，就是可以变的，另一部分呢没有道理。后来呢，就是他的马车就是只有绕这个孩子的这个昵称啊，就是就走了，就是就没办法了。这也是一种这个说法，但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个移民当中的最重要的这几个要搞懂，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的就刚才前面的这个平字和这两个之间呢，就是有不成的关系，然后无常和缩量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要有不定的关系啊，就是要有不定的关系。然后到最后的，也就是说缩逆和应之间呢，如果是完全相位的啊，比如说珠子是无瓶子是无常有的，它是缩作之故的话，那常有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东西，那怎么会是缩作呢？你完全都是可以承认为是相位啊，就相位。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对方回答的时候呢，你觉得承认的话呢，你就承许，就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就 OK 了，就是这个推理是合理的啊。你说别人某某人是坏人啊，那坏人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什么，你的理由就完全是就是找不到任何的不偿不定或者说相位的过失的话呢，那你的这种成立，你的理由是完全是成立的。就像现在有些法律也是在这个判刑的时候，也是很多理由呢以这个比较相同的，但是呢其实那个推理方法呢也不完整，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的移民的很严格的推理来讲的话呢，这个也其实是不是很圆满的啊，就是所以我想我们要这个退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这两个之间的不成的关系，然后不定的关系，还有呢这个相位的关系，当然还有不同的一些因类性呢，有不同的他们之间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两轮的第一品当中的一些观点呢，就是个别的一些大师呢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和说法，就是这个所理和所理法和说证之间的综合这个因呢，就是需要成立在他们的综合法上面呢，
呐、啊，等等，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就是我以前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翻译过一个梅芬仁波切的《银雷学》，还有以前这个萨迦班智达的《娘女暴政论》呐、啊，就是这些当中是又是有一部分，但是最关键的，可能我们实际行动当中如果没有一个立起一个真实辩论的话呢，也不一定完全能这个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总的来讲，就简单来讲呢，这种推理方法呢，确实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就是讲呢，如果是所谓一个相位的这种用时间的一个语言来讲这样的话呢，我刚才说克林顿呢，就是他是美国人，然后是这个美国籍的，但这个有严格来讲不一定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呢，可能这样说也可以的。然后如果我说克林顿呢，就是他是德国人，因为美国籍的缘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马上说是相位，就是德国人怎么会是美国籍呢？就是德国人不是美国籍的，那么就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你马上用这个相位的啊，就是相位和不定啊，然后什么就是不成，还有呢就是是成你。就是成立的话呢，这是合理的一个条理。所以我们平时在说话过程当中，如果懂得这三种推理方法的话呢，你不管是说什么，还是有一些依据的。这种依据呢，就是恰如其分，就是让你的所判断的事上面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经常也是在说话当中，就是说真事，就是经常会出现的。然后你的逆总呢也会说出来。最后关键是你的依据。现在很多人依据不成立，然后呢，你自己认为是这是一种这个成立的。说实在就是，现在有些人也讲啊，就是藏传佛教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某个人的这种行为不如法。其实某个人就是，我们就可以说藏传佛教就是不合理，藏传佛教是说真实，然后就是不合理，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人的行为不如法之国，那这样的话，我们说不顶的某个人不能代表就是所有的藏传佛教。那这样的汉传佛教以后，整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团体的话呢，某个人的行为不如法的就是多的啊，就是不仅仅是佛教，就是世间的任何党派啊，任何人当中呢也有的。就是所以，如果你动到的话呢，哇，就是知道是原来我就是判断的是一个不定因来，就是这个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的话，那我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啊，你就觉得是。啊，我原来讲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呢，能代表就是所有的宗派，那这是绝对不合理的，哪有这样的说法？我自己是不是太愚痴了？那太不好意思了，就是会这样想的。说实在，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判断一个好人的话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判断一个不好的是，包括就是我们经常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些这个确定呢，跟移民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移民的逻辑这个非常非常的严管的话呢，那说话也是会严谨的。然后他说出来的这些这个任何一个道理呢，就是都这个紧紧相扣啊，就是都是跟这个理论和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实际的一些意义呢，就是相结合。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学习一些相关的这样的这种推理呢，就是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以后呢在这个学习移民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也需要就是参考大量的，因为藏传佛教的一些移民学呢，就是其实也并不是讲一堂两堂课就可以呢，应该经过长期的一种这个磨练和修习呢，就是才能就是获到的。那么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我是学习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这个尼玛派的，那么尼玛派的话呢，以前在历史上呢就是辩论的就是不太多的，但后来呢就是这个贝罗法王的这个印度的南支寺就有这个辩论的这种开端，就是后来呢就是法王如意宝吉米彭索呢也是就经过很多次的观察，然后就是拉中普学员呢也是这个有辩论啊，就是每天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辩论。那么这个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尼玛巴的很多寺院呢就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如今呢也大大小小的一些寺院呢就是也有这个辩论的。当然这个格鲁派和还有其他宗派的话呢也有这个很多的这种辩论，但是我们这个辩论呢以后就是不能看着一种玩意儿，就一种看着就是好看稀有，其实也最根本就是说实在就是通过一种辩论的方式
跟我们有些道友之间的话，就是用一种辩论，千万不要就是你辩着辩着，然后就对方不高兴了。然后我们现在我看很多有些句式，就是在辩论的时候，我说你们不是辩论，这叫做吵架，就是就说着说着，就是当和双方都不说话，就是从此之后再也不接不联系了，就是就这个人是很坏的，天天说我的过失。辩论的时候是他会最尖锐的这个一些理论来进行攻驳，进行驳斥你。那你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宽宏大量，就是确实也是很不好意思，所有的微光都是会说你的。所以辩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是心性很旷广的。就是所以有些时候佛教徒呢，就是特别容易生气呢，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可能安忍修得不好，就是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有些珍贵的这个辩论场所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受过真实的培训和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修学啊，因此呢。如今这个佛教呢，我觉得是也需要就是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思维啊，就是这种思维呢，就是要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的这种心态，同时呢，就是也要这个根据这种实践来进行就是推出，就是这样作为佛教徒也是很有必要的。然后作为这个非佛教徒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也要就是正面的了解。啊，就不要认为是啊，佛教当中的有些道理呢，就是特别简单。就是现在说实在的，有些这个非佛教徒，他们对这个佛教的许许多多的判断的话，完全是一种称呢一种相似因啊。我刚才讲的什么是相似因？相似因的话呢，你的这种推断是错误的，这个推理就是叫做是相似因。啊，就是这个因呢，就是它不是叫因果的因，它是一种推理的这种依据。啊，就是这个一般移民当中是专用词，它是一种依据，就是叫做是因，那么它叫做能力的因，所你的法就是所你的法，那么这个依据呢，就是现在很多是非佛教徒，他们对这个佛教的判断呢，有一种相似或者说是不合理的依据呢，就是判断佛教的某个事情呢，就是不合理。比如说有些人说啊，就前世后世肯定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我没有看到之过，或者是因为我不相信。你不相信，难道真的不存在吗？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就因为我不相信，肯定不存在。他已经前世后世是作为所证事，然后肯定不存在是他的一种说理法。然后最后他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不相信，或者说是我觉得不存在，我不相信，或者我觉得不存在，或者说谁都没有看到，谁都没有看到是你这么成立啊？就然后如果说是前世后世不存在，前世后世不存在，因为他谁都没有看到，谁都没有看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说是谁都没有看到不成立的。实际上是有多少人，然后进行给他辩论，就是那个时候，对方也是无言以对，就没办法了，就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们就是看到有些人呢，就是对佛教也好，对任何一个争论的判断是有时候是笑一笑而已，就是没必要跟他回答，就是回答也是他也听不懂，就是他也是不讲道理，就是有些是根本不讲道理，就是他也说不出什么依然，就是然后我们给他讲一些理由啊，这个要充分的理由，而且这种充分的理由呢，就是不能就是有丝毫的。就是跟他稍微有一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是不一定的啊，就你必须要把这个因跟这个说你之间呢，就是有这个无则不胜的关系啊，无则不胜的关系，绝对是这个同体的这种关系才能这个成立的。那这样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就是成立成是真实的这种辩论，就是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我大概的就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三项推理法呢，就是非常著名啊。就然后我想很多人也许可能学过，也许没有学过，但是作为一堂课呢，就是跟大家这个作为这个发供养啊，就是。大家如果听得懂呢，有一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可以记在心呢。如果就没有听懂或者觉得没有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他付之东流也是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思维一下其中的意义。谢谢大家。